但是呢，有当时你坐车路的时阵，坐街仔的时阵，你嘛会看到灯光。所以讲呢，街上没有灯光，你们也是代表黑暗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也请到阿妮去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，什么歌？街灯下，来，我们华夏把这个阿妮姐街灯下。